又干活了。国王，请你尽快前往暴风城。当你抵达时，我会和你会面。 我就觉得你在偷看我。任务还没完成。我叫孝儿，马迪亚斯。停战协议签署完成了，第四次大战终于结束了。黑月还渴望复仇。 部落必须为恶行付出代价。留再多的血，也无法让死者回来。我们必须重振希望，为活着的人打造美好的未来。当下一任大酋长召集军队，暴风城陷入火海，希望能救你吗？我知道你很难再信任他们，但是部落已经出现改变了。现在没有大酋长，而是由贝恩·索尔和其他人一起组成的议会。 我相信他们能。小狮子，你的信念太天真了。在看到女妖人头落地前，我不会签什么条约。安都因，他说的有道理。今天在纸上签订和平协议，但过不了多久，部落的战鼓又会再次响起。到那个时候。 别以为只恨彼就能阻止他们。通往和平的道路并不容易，也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但这是建立美好未来的唯一方法。吉恩，我相信会成功的。 我们在阴影中作战，艰苦的战争结束了，但是看来我们之中没什么人有心情庆祝，尤其是我们的年轻国王。安都因国王身上背负着沉重的担子，恐怕近期之内都没有办法消除。那你呢，孝儿？暴风城的间谍首领在没有战争的时候都做些什么呢？我跟你都知道，真正的间谍是没有时间休息的。 永远都有揭发不完的阴谋。话虽如此，我们聊聊吧。可能还是会留点时间给我自己。其实我想跟某个人有进一步的认识，但是这种事最好还是要慢慢来，要小心谨慎。果然是间谍本色，别忘了快乐稍纵即逝，千万别错过寻找他的机会，绍尔。或许吧，瓦莉拉。 为你效劳，坚定向前，继续前进，非常好，继续搜查，我们很快就会弄清楚整个状况，我们会再见面的。
的力量不断增强，他的枷锁已经崩碎，重造世界的时刻到了。如今先进者就要前来夺回属于他的一切了。死亡会吞噬这个世界的灵魂，准备好把没用的生命全部都送入饥渴的渊喉。为你效劳，我们会再见面的。坚定向前。十字军随时效劳。要是让天谴军团继续扩大下去，这个营地恐怕会失守，尽量帮我们争取时间。一个顽劣的灵魂，要不了多久，你也得效忠监禁者。死亡会是唯一存在的力量。需要目标。太狠了，就决定是你了。请说。我们会再小心点。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力量。凡人面对人力，为你效劳，胜利属于我们。
坚定向前。努贝罗雷戴了娜，有什么事吗？正义属于我们。永恒的太阳之光依然指引着我们，音乐城再也不会由国王来。你遇到的那些长着翅膀的生物听起来很像是绑架索尔和贝恩等人的恶魔，我本来还希望你会在寒冰皇冠找到他们，看来我们最担心的事情成真了，希瓦纳斯把他们带到了帷幕彼岸的世界。我会把这件事情转告暗刃骑士团，我们必须拟定计划，把朋友从死亡领域里面拯救出来。勇士，保持警觉，击退你所看到的任何天谴军团。等我们完成计划的准备工作，就会请你去把我们的盟友救回来。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你好，勇士，我的人民经历过许。安杜因和珍娜音讯全无，如果他们不在寒冰皇冠，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女妖把他们带到了死亡领域，不把他们救出来，我绝不罢休。与盟友联手阻挡天谴军团，我们不能任由那种威胁横行在我们的王国里。我会把事情转达给暗刃骑士团，如果有谁能拟定救出我们朋友的计划，一定非博瓦尔福塔根莫属。等时机成熟，我们就会请你去对抗黑暗，然后把我们的盟友救回来。